好，大家继续绝对玩 D N 嘅，咁我今次翻嚟打到上面个打靶仔先啦。好，呢个打靶仔啊，就系终于喺门口等住训练师嚟啊！呢个打靶仔一嘅车死嘅小火龙啦，譬如话自然因为好似回状态啊，从树果篮获得力量进行攻击，技能属性和威力会随树果变化。唔要雪童子，雪童子系怕火。火同埋格斗嘅，咁样我哋用土泥抽啦，车过嚟，车过嚟，哇哇哇，搞错，结冰，结冰系最烦状态，唉，啊系我拍岩石，唔好意思，突然之间记错，突然之间冇呢个又冇呢个，真系冇呢件事啊，系啦，完全唔记得咗，会唔会入面都有？你讲咩话？好在冇啫，哇！上面有只蜗牛喎，啊唔系犀牛，小虫嗰边咧，烧焦头好似有大嘢发生啊！点解咁讲啊？有个训练家某某嘢走咗入个底层度啊，并声称要唤醒呢个沉睡嘅水军炎帝雷公，并谂住捉咗佢哋啊！我可爱嘅水军点可以俾人捉住噶？佢谂住将呢个守护神捉咗，守护神一旦沦为战斗工具，会发生咩事？一无所知，总之就睇啦，快啲烧焦塔啦！做咩啊？冇嘢，快啲烧焦塔啦！唔好搞我，我已经回血啦。OK， 好，呢个系咩嚟噶？呢个应该系嗰个四天王之日嚟嘅，系啦。睇嚟你系一个好有潜力嘅训练家，我系谷野嚟自新奥啊，但系佢喺新奥地区勉强算系有个名气啊。你嘅精灵似乎缺少一啲磨练啊，我可以预知试等一阵，俾百利报过我咧，去种植啦，攞两个就合适嘅训练。OK， 简单啲嚟讲就系训练呢个，应该系努力值啊，如果冇错，唔想见到呢个大话仔我。话会唔会呢个又系训练家？估。三二一，系啦！我想用精灵出千嘅，但系结果被人发现讲咗出嚟啊！喺短裤仔，压屎啊！短裤仔，线球照用草技，哇唔通岩石技咯？打呢啲咪白痴，打呢啲咪废柴，居然有加能力，真系完全捉唔到佢，捉摸唔到嗰招技。虽然话就 10% 啫，但系高啲得唔得啊？应该系话喺啲重要场合发动系好紧要，唔好打呢十几咧同我发动，好嬲见到，哇！呢个艾露雷朵系嘛？系啦，艾露雷朵。边一个月亮球我可以帮你练物功？唔使，好似有两座塔。其实我谂应该唔需要练努力值都打得赢系嘛？想嘅朋友，哇！這個、呢个咧镰刀、哦，镰刀虫。化石收集狂，你需要化石吗？哇，45,000，神秘虎帕，化石飞龙喎，系咪有个咩啊？带住精灵，好，系咪有个系测验？我想做下测验，好，有冇金过海攞嚟做球？唔使啦。咦，咁之前我做球喎，去咗边咧？应该系去咗第二度喎，唔紧要啊。系咪呢度啊？呢、這个唔系啊，唔睇呢度。光武技好，喂，武藏，咁我哋武藏丽娜大人要同你斗武啊？吓，呢个武女们，睇下大人呢个最华丽嘅舞蹈啦，疯狂之舞，好疯狂，系咁转，点啊？见识到疯狂之舞嘅威力未啊？系最后输咗啊！呢种集合抽筋、广场舞同埋神经质嘅舞蹈都系第一次，而家真系冇办法超越啊！好，个人系最近活跃嗰个万个明星啊，小甜甜，但我唔可以接受佢啲污染嘅舞蹈啊！焦土啊，唔系咁糟啊，就唔会让嗰个家伙胡作非为。睇到我咧，眼里有啲风油精嘅感觉，系咩意思？点，小女子做唔到呢抽筋嘅舞蹈啊！你竟敢打扰我明呢、這个跳舞，我而家系人气明星小甜甜武藏啊！但我用疯狂嘅武嚟回应你。哇，好醉！哇，加密攻，
唔到，呢度要用原始力量，呢只用飞法咯。哇，完全唔痛，原始力量打呢只泥浆爆弹打得毒，呢、這个范子成，哇死了，哇低人咁劲嘅，十八呢啫，哇黐线，又要死，唔系啊嘛。唔系咁对我啊！算啦，我哋都系做测验住啦。好，进行探险，道具探测器。OK， 嗰座塔有宝物，可以俾招最劲嘅水系技能你。又话有测验做嘅，四十号水炉呢、這个咧，嗰啲阿波罗，一场火灾烧咗嚟咯。哇！暴荣丸 K 啊！凤凰的传说都好啦，海神的传说都好，三圣兽啊，凤凰海神啊，迟早都是嗰家伙啊，囊中之物。火箭兵连嗰几个干部啦，估计都几够抢，居然够胆啊，委托嗰条友做啲咁嘅事，唉，都唔可以咁讲。话晒我而家都系一个干部嚟嘅，咁样我嘅研究就继续落去。哎呀呀，系本训练师喎，不过我对训练师冇兴趣。头先你听到啦，你应该知道啊，火箭兵一言，咁你谂住做咩啊？哇，有得拣噶，我咩都唔知道，我老人嚟噶咋。呢、這个唔系真心话咧，不过唔忍心伤害啲弱小动物。哇，好过瘾喎！哇，我想知道如果我揀其他咁点咧？唔得唔得，我重新开过。好，再打多次呢、這个唔紧要啦。好，打多次呢、這个，然之后睇下个答案系点嘅先。自然因为五啊，车死啲雪童子，俾招车落去。好。即刻上虐待个 K 先，好，好，将你哋火箭俾你虐一片啊！哦，系啊，你啲回答可能有啲糟啊，反正遇到我系你嘅不幸。哇，六个 ，Oh my god！ 即刻作死咗啲，唔好意思。哇，犀利，火焰喷射，唔好咁啦，俾啲嘢我玩下啊嘛，你一嚟就一百呢，我点不得玩啊？哇，唔系喎，好似未回血添喎。诶、欸，你犯嘅最大嘅错咧就系攞我嚟做对手啊，真系不幸啊，训练家。哇，原来咁样噶，几好噶。哦，系咪回晒去啦 ？OK， 唔紧要啊，咪同你打咯，冇咩所谓。冇得同我。咦、欸，点解唔见咗嗰条友嘅？头先有阿希罗娜喺度噶。咩？我承认我系 K 咩啊？喺度收风喎呢条友，做乜唔击低佢啊？打沉佢啊嘛，即刻。好，即系完咗呢个剧情之后，我哋去烧猪塔大厦啦。呢、這个咧，你知唔知啊？喺呢个灵音小路咧有空战，只可以用空战，只可以带两只精灵。O K， 几个人空战，咁即系我自己都要捉只飞人系啦。好。打埋冇撞，咦？呢、這个系咪有得打？喂，呢、這个真系打嘅，有个叫白银山成刀啊嘛，所谓白银就系银色嘅意思啊。哇，小圆石唔错，哇系，艰难属性，淡石转呢只出嚟升下呢先，吸取，哇，吸取，气息腰带，啊系，我都啱啱先醒起，我要快啲尽快叫只。射文同学丢偷嘢喎，呢个咩噶？哎，用呢个原理碎片啊，喷死精灵会比较有精神啫。水之尾咧，非常棒嘅物工，想要学吗？我冇水重喎。咩话？进化成干衣杯、原衣杯，买东西啊嘛？呢、這个系酷叫像镰刀、十字剪啊嘛？食梦咩啊？升级包系咩嚟噶？特别进化物品咩嚟噶？完全冇图睇啊！点知系咩啊？我唔理啊！呢个系咩噶？小鸭嘴龙系揿错掣添，上咗镜添，好起晒格，好买阿波罗先。啊，罗马，
传说中消失嘅三只精灵咧，被凤凰附会后咧，改变咗原有嘅形态，成为咗守护者。即系讲紧伊贝啊，少年我哋又见面啦。精灵嘅力量同埋才能咧，重要嘅形式系咩啊？破坏力、利润嘅利润率啊，定系观赏性？唔系，呢啲都系外貌同埋实战派目光短浅嘅表现形态。重要嘅系未知嘅潜能，唔知道你哋是否赞同？边个嚟个？啊，罗伯大人，山洞嘅装置已经布置完成啊！另外咧，灵马大人希望你可以喺现场协助一下。我明白啦，再见啦，少年。灵马，好，我三条喺嗰度啦，已经等紧我过嚟啦。点解你过唔到过去嘅？我呢度唔系过到嘅咩？唔知响横风嗰条路。哎呀，你嚟到呢度啦！我同我嘅小伙伴都喺你嗰度探险喎，系咪你做噶？应该系你芝麻喎，吓打错字嗰度。传说烧猪塔呢度咧有沉睡嘅守护神，真系想见一见啊！睇样子唔错喎。好，讲咁耐都系想同我打啦，系嘛？车来，精灵杯车来，土龙车来，你只土龙唔系嗰个黐线古猪咁劲系嘛？阿小西，原始力量。哇！换呢只先。哇，加特加属性。哇，低能啊！唔记得咗佢有草技。诅咒。撞啊！哇，完全唔痛喎。车来，好吧。哎呀，果然都系你犀利啲。我睇嚟咧都要继续锻炼一下。翻回先。毒气丸，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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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快回血，好 ，OK， 好，剧情啦，睇剧情，诶，又系呢条友 M K 仔喎 ，M K 仔，哟，你真系得闲喎，条友，冇有事冇事都就嚟呢度，想捉神兽，嘿，早有冇用啦。嗰、那个绿发嘅低 B 仔咧，就嚟将三只神兽捉咗啦，好似啲天真嘅家伙想要获取神兽力咧，悭啲啦。哇，死 M K 仔咁串，得个十八咧，唔好可能。哇，咁鬼劲嘅佢招技，扭拉喎。哇，低人咁快嘅佢啲重，顶你特登练努力值嘅条。哇，仲要结冰添喎。哇，唔好啊，大佬。哇！冇状态技，冇状态回血啊！黐线，低能，诅咒，吸取，黐孖筋喎！点解会咁？点解要咁做啊？黐线结冰都得嘅，有冇搞错啊？仲要练努力值嚟嗰条，好唔公平。佢嘅招咁嘅啄食就系超劲，一啄你啄咗劲咯。哇，又结冰，咩事啊？黐线啊！点会又结冰啊？傻咗啊！我打唔死嘅，佢啊打死我轻易吓，又结冰又剩，哇食咗劲多血咯，黐线佬，唔好又结冰啊！即刻哇，我下意识咁走佬啊，阴公，黐线，哇运几多弯啊，大佬啊！我想问作者系咪教过机率嚟啊？连续三次结冰、啊，10% 啫，有冇可能啊？我打埋呢次，我同你讲，如果我今次再结冰咧，我唔打呢、啊、度。我练到我练高30咧先再打呢、啊、度。如果再结冰嘅话，我唔结冰一定可以打赢呢个楼啦。我同你讲，我同大家讲，唔中结冰佢死硬啊！就系、是、打呢只咁嘅嘢，死咗劲多次。回多次，其他
我一车佢冇咗半条血啦，使惊佢蓝漠呢啲咁嘅垃圾虫。蓝漠、哦，等佢晕完我再打都得啦，呢度系咪？一招魔法二片佢都死啦！你都特登改到急冻拳30%结冰系嘛？最屘获得更强力量，收声啦！唔想听你讲嘢啊，垃圾！小拉达真系好嬲，见到系咁结冰，火都嚟、哦，打呢个喷火佬啊！系不嬲到唔记得开个 GB 器添，好泥臭。咦，唔系打嘅咩呢个？我想谂住打添，你嚟寻宝我呢度，我搵到嘅清政府，可唔可以同你打？我谂住同你打，你又分嘢俾我呢个咧？唔值钱嘅嘢，护身金币都话唔值钱，睇嚟外行人嚟嘅。好，有咩可能我嘅水军竟然俾呢个训练师沉睡中的？水军炎帝雷公居然会被一个区域训练师捉咗，同时仲要系究竟系咩人？啊，终于捉到啦！不过系传说中嘅精灵啊，真系唔系一般嘅难对付，辛苦你，辛苦啦阿佛。好，火之兵团咧有咗传说中嘅精灵，一定会战力大增。我有讲过我同你一条路咩？冇把握弹嘅火之兵团都唔系我嘅归属地。把握弹只系暂时离开，有咗神兽力量，我将会最接近最强嘅集团。我把握大人下度，我唔会加入火箭兵团。仲有多谢你嘅情报，冇你嘅情报我咧唔掌握到佢嘅弱点嘅。不过我暂时唔会参与你哋嘅嘢，呢个系真的。你个食碗面反碗底，呢部我嘅情报系平嘢嚟噶，点可以咁容易轻易攞走我哋战力啊？班格赖，你确定而家要同我对手？而家嘅我咧系拥有咧传说精灵嘅力量，你而家认为你可以打得赢我咩？出嚟啦，炎帝！好。系咪走啊？会冲晒出去、啊？哼，翅膀硬咗就会飞啊！有毛有晓飞，我记住啊！喂，火之兵团咧唔系食斋嘅，总系你会后悔嘅，系食肉嘅。好，快啦，走咗，快啦，三只。下一个目标系凤凰系嘛？难度好大喎、啊！诶，慢慢嚟啦，使用穿动绳。当然拥有嗰种实力嘅训练师都系存在，不过咧冇咩不利嘅影响嘅。我心痛。P.C. 嘅精灵中心打道馆，系呢、這个道馆馆主嚟嘅。好 ，OK， 继续行。好，一阵先再打啦，馆主、這個、呢个咧又打啦，肯定系美貌与才华一身嘅，唔系，哇走得呢只，一定要走添呢只系，一嘢二片车落去，哇又系唔痛嘅打佢。长臂叶，全部都是草系，火三果，向日葵，向日种子。OK， 回去先。好。好。依行嗰边睇下都好。唉，呢条未打噶。车内嚟张爆弹。车内嚟张爆弹，木手工换得原始力啦，线球原始力啦，长尾怪兽叶片，好，喂咩嚟只？好想要珍珠，点解要扮有呢？呢个咧，我高级球用完，明明想捉进化型嘅精灵，乜鬼进化型？咩嚟噶呢个？又撞到你嘅加码，哦，学堂嗰条友。自从上次精灵学堂同你战斗之后，我就开始我嘅旅行啦。估唔到咁快撞到你，真系缘分。不过讲还讲啦，唔最后一场精灵对战唔甘心，好似好劲咁佢条，又系草系，走，亿万吸收，梦妖，梦妖泥鳅咯，我怪异光，吓、啊、地阿浮游食蕉啊，传统影子球。哇！鬼火，哇系，飞快刀，光精灵，我呢只就系个光精灵，哇！信号光速，哇！黐线咁鬼劲嘅，喂，降佢命中先，唔好讲笑，吔屎啊，仲唔死你咁好，哇！草成蝶，哇！但我得翻五呢重，打鬼啊，得翻五呢。
哇，系有冇方法屈死佢咁样？好，打佢！哇，佢仲识回血添。哦，死咗。系我赢啦！睇嚟咧，出嚟旅行时咧，精灵系必不可无啊！之后就可以变成姐姐咁咧，成为呢个联盟训呢、這个认可嘅训练家。我哋一起进步，成为顶级训练家。哇！一出嚟有撞，同精灵一起咧可以做好多嘢，真系开心。34咧，唔系讲笑啊！信号光速，换衣背出嚟先。哇！你喷火添仲，低能，黐线，唔知啦。开魔法叶片，雷电兽，哇唔系啊，咁鬼劲，低能啊！突然之间越级挑战得咁紧要嘅呢度，哇又死咗。啊，我都系唔行嗰边，我都系行嗰边好似稳阵啲。打埋呢个先，哎，糟糕，将重要嘅箭冲掉咗添，真系咩意思啊？即系变咗一个周街除库嘅穿山鼠，好，几时先劲啲啊？这个土泥臭，好期待佢用啲劲技，因为佢而家得招健忘咧，佢嗰招单纯特性咧，哇，水之波动一港即嚟，好，我用水之波动啦，真系。听个电话先，好，听个电话，因为佢会送嘢嚟，会速递啲好嘢俾我。虽然都系啲冇用嘅东西，不过都叫做有得用下啦，系咯。好，哇，咩事啊呢度？你会始终是啱啱由始终是过嚟啦。火箭兵你好似喺嗰边活跃紧啊，不过咧应该搞得掂嘅，同我打场。车啦，水之波动，哇！碎冰飞象，碎冰飞呢只好似系过龙，过龙爆弹，诶、欸，哇唔中，死仔爆啊！车落，好呢都叫正常啲咋？呢精灵咧感觉咧比之前强大咗唔少，不过咧要喺呢个世界成为真正强大训练师。依靠等级压制系唔同啊，依靠嘅系战术。虽然我只系一个野外考察嘅低 B 仔啊，但系对于呢一点我都系好清楚的。啊，时间唔早，我要去下一个地方考察啦。好，低 B 仔又去考察啦。好，翻回先。OK。如果土泥秋学嗰啲技系超劲，嗰啲咩剑舞啊，或者加特加攻击加特攻嗰啲咧就好用啦。听到未啊？回答我问题，如果将问题回答啱晒咧，就哇系问题第一个，终于嚟啦问题。不过我哋下集继续啦，因为今集时间差唔多，下集继续，拜拜。